哦，汪小姐，这个扫地机器人是声控的，你长按这个键就可以启动了。你好，请随便说点什么，让我可以记忆并识别您的声音。绿东侠，我该说点什么？就随便说啊，说什么都可以。哦，好的，已识别到两位的声音，李先生，李太太。 这个扫地机器人好像是可以修改的，我来试一下。我现在急着用它，就先这样吧。那你就从客厅开始打扫吧。好的，李太太。那，你先去坐一会儿吧，我给你倒杯水。我。 找一个新的心理咨询师，现在这个位都换掉。哦，好的。天黑了，我还有点事，我先走了。啊？喂。